作为一个班长，不能让班上任何一个同学掉队。你们干什么呀？本来看你见义勇为还挺高尚的，你怎么还收上钱了呢？我明码标价。老师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是你？你还真是什么钱都赚，什么工作你都做啊。给我10分钟时间解释行吗？同学们，这个贾正涵还和社会青年沆瀣一气，这样的害群之马绝对不能留在我们班。陈三岁，你个幼稚鬼，别生气了嘛。下一个，顾小曼，你到底是哪头的呀？我当然是你这头的了。夏林夕，在高中的时候还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缠绵悱恻、风花雪月的暧昧故事？我和他真的没有什么。看，这是你吧？夏林夕，我不想做你的高中同学，我要追你。你能不能不要开这种玩笑啊？这追女孩啊，她不能直奔主题，迂回智取。数学社就是我创办的，你是我唯一的社员，欢迎加入数学社。你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，男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不用想，就是他。你很吵哎，同学。这个，你和夏姐到哪一步了？就接吻了。哇！把这四名小姨拿下！谢谢你，谢谢你林夕。谢谢你改变了我的人生。